200多个吧，常用表情包，没有那种就是最常用的，觉得你什么时候该用就用的那种。一年365天，大概300多天吧，也几百次吧。5月份的时候就宅一会儿，也有跟爸爸妈妈看着别人看着可能就会了。坐副驾驶，那就你们开吧，我去坐副驾驶，开车太累了。可以一整天都只想上课的事，不用去想其他事。最有趣的就是可以去演绎到一些自己平常不是可以去做到的一些事情，或者说就可以演绎到其他人的一些风格。但是痛苦的地方就是在于，必须要切换这两种人啊，或者说那个演员需要去做的一些事情，有可能是你自己接受不了，可能是非常痛苦的环境。其实就是在大东北拍戏，就本身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然后我们在牡丹江那块拍的时候，就是特别冻，而且那个太阳很大嘛，所以那个雪反射到眼睛里太亮，就有时候会睁不开眼睛。所以拍的时候眼睛都是一直就特别特别眯着拍，但是就不能要这种每次都是强睁的眼睛，拍完一条就是眼睛都要炸的那种感觉。对，有啥不一样？遇上对的人，